轻妙，缄默的我微妙的心跳，无声的刀片正中了，身后还是蜃楼不停灼烧，指尖的戒指指的依靠，心中的人更苦的煎熬，都忘不了忘不了，这过往纠缠围绕，无愧无悔无怨无畏，颠倒的黑白又跌倒几回，不知归苏谦、小医仙和紫妍拖住前来抢夺菩提化体弦的莫天行和韩风等人，让萧炎有更多的时间凝聚三色佛怒火莲。佛怒火莲的威力让莫天行放弃挣扎，韩风明白此战绝无胜算可言，便放下狠话后远遁而去。危机看似结束，谁知阴山老人竟将灵魂力量藏于菩提化体弦中，伺机将其夺走。早有所觉的萧炎联手苏谦和小医仙布下陷阱，粉碎了阴山老人的阴谋。迦南学院，我又回来了。紫妍，前面就到内院了，你快下来。哇！最近你实力见长啊。那可不。啊！是大长老，大长老回来了。大长老回来了。大长老。你们看看，谁回来了？啊？谁啊？人呢？哎，过来看一个，这里面的人绝对……还好跑得快，不然苏老头又会啰嗦半天。哎，你第一次来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打打牙祭，走。哎。我也该回盘门看看了。一晃就两年了，好像一切都没变。哎，快点快点。好，药成丹了，我闻到丹香了。天气丹，天气丹，年纪轻轻便能炼制四品丹药，天赋不错。哇，新兰学姐的炼药术可是越来越精湛了。真是不错，只是可惜了。谁在说可惜？若是火候再精准些，运丹的时间再长一点，这枚天气丹的品质会更好。喂，你谁啊你？不要装得好像很懂的样子。盘门里可没人见过你，是不是哪个势力派你来的？此处是盘门总部，只有盘门成员能进。我看你未穿着盘门制服，这可不符合规矩。你是隶属于哪个系的？我来找人。找人？外人若是要进盘门寻人，须得有人引路。像你这样胡撞瞎闯，
可不是什么好事。你要找谁？啊，虎家和吴昊在吗？我找他们。什么？说是哪个势力？有什么企图？吴长老和盘门主事，岂是你说见就见的？就是，什么人呢？啊！怎么回事？那人果然有问题。哼，萧炎，你一走就是2年，这甩手掌柜当得耍吧？他是萧炎，冲见我们盘门的门主，啊，就是那位咱们学院的英雄。萧炎，上次峡谷一别，我实力也增进了不少，有兴趣再比试一番吗？放马过来吧。不愧是盘门门主，2年时间你们也变强了不少，恭喜恭喜。嗨，哪能跟你比，来欢迎一下我们盘门的门主吧。门主久仰大名，今日一见果然气度不凡，刚才真是失礼，还请多多包涵。先前没认出您来，萧门主请勿怪罪。啊，新来年纪轻轻便能炼制四品丹药，内院的学员中恐怕没几个吧。小门主过奖了。如今的盘门占据了内院多半的势力，光是强榜前50就有一大半的人，内院新进的长老中也有好几位挂着我们盘门的头衔。那是，如今的盘门自然是比当年好上无数倍。这2年辛苦你们了。切，少来这些，这句话我都听了9000多次了。哼，你若是觉得内疚，那以后便由你来管理。哎，对了，你这次会在内院停留多久啊？不会太久，等这里的事情完结后，我们打算去大陆寻找异火。异火？和你们叙完旧，我该去找大长老了。你中毒了？怎么不早点说？蝎鼻炎耗费毕生功力，将魔毒斑打入我体内，眼下只有斗尊强者出手才能化解。学院内只有院长是斗尊强者，可他老人家素来喜欢云游四海，若不是他定时传些消息回来，我还真担心他遭遇不测了。内院也就1200老可以帮你，只是他们不会轻易现身。若是没有斗尊强者出手的话，那只能用另外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再找一种异火。啊，谁在偷听我们说话？苏爷爷，新兰也只是无意间路过这里。大长老认识他？嗯，这是我一老友的孙女，去年他将这丫头从中州送到这里，请我照料一下。中州？听说萧大哥要寻找异火，我知道异火的线索。你有异火线索，还请告诉我。不过这异火和我家族正面临着的一个逆境有关。西兰，不要把你们家族的事情掺和进来。你先说说到底是什么事情，只要我能办到，定会鼎力相助。我需要你帮助我的家族保住丹塔长老席。西兰，不要胡闹，想让萧炎进入丹塔谈何容易，要进入那里至少要有7品炼药师的实力。
我知道萧大哥现在还不能炼制七品丹药，但他是我遇到的人当中最有天赋的，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他便能达到这个实力。你若是肯答应帮助我，那我便告诉你异火的线索。啊，丹塔，这个汇聚大陆所有顶尖炼药师的恐怖之地，想要闯出一条路恐怕极为困难。我不知道帮助你的家族保住丹塔长老系有多困难，但只要你给予我有用的异火线索，我定会竭尽全力帮你。我的家族曾告诉我，在丹塔内藏有异火，不知道萧大哥是否听说过三千焱炎火。三千焱炎火，异火榜第九。三千焱炎火成型那天，天降萤火，千里之地如沙漠，这种异火还能让人迅速痊愈，被称之为不死体。不过这三千焱炎火真是在丹塔中，定会被保护得异常森严，想要得到谈何容易。正如萧炎所说，为了他得罪丹塔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。虽然三千焱炎火被丹塔保护着，但由于收服他太过困难，丹塔权衡利弊下决定外发收服三千焱炎火的资格。外发？当然这外发也是有限制的，据我所知两年之后丹塔将举办炼药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丹会。丹会？丹塔的丹会可是斗气大陆难得一遇的盛事，药老先生也曾获得过一次丹会冠军，从此名满天下。没想到老师竟也参加过这丹会。只要在丹会中进入前十，除了丰厚的奖励，丹塔还会给予一次收服三千焱炎火的机会。嗯，多谢你提供这条异火线索，我萧炎也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你。萧大哥，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前往中州？先等我将内院的天坟炼气塔搞定吧。哼哼，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，明日我们再来商量补充陨落心炎的事。中州那里强者如云，若是不多准备一些自保的手段，恐怕到时连逃命都很难。先前仔细检查了一番，这具魔尸果然没有魔核。算了，有这对古衣就足够了。锋利的古剑，大半夜不睡觉跑来这里干嘛？这拳套以后就是本小姐的武器了。你不会真的要这件东西吧？要不我们来打一架试试。算了，我还有事要忙。谁让你大半夜搞这么难闻的东西，
搞得我浑身不舒服。这就当你给本小姐的赔偿了。每次看到这具魔尸，你都会感觉不舒服。难道你真跟这魔尸有什么关系？谁知道呢？好了，本小姐要去睡觉了。这丫头，有用。不管你生前如何强横，现在的你不过只是一道没有灵智的残缺气息罢了。还真是意外的收获，吞噬的这些残存气息似乎增长了我的精神力量。天印九行印，日后在中州就算遭遇强敌，打不过时也能全身而退。地魔前辈，方言他们被杀了。何人如此胆大妄为，敢杀我魔岩谷长老？想得到我的独家福利吗？关注斗破苍穹公众号，还有更多精彩斗破苍穹动画独家爆料，我在这里等你来挑战。念完几圈，何时会相见？多执着又太惦念，将尘意蜕变，就不顾一切去到那山巅。
也许只因永远太远，封空了昨天记忆。